好意思，出了一点点技术上的小问题啊、那要重新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深夜畅谈，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啊、前面那个部分，在海外的直播平台上面竟然麦克风关掉了，没有声音，非常非常非常不好意思。那在国内小红书平台的朋友，非常感谢现在在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啊，就是可能我刚才所说的东西我要重新再说一遍。那在海外平台的朋友上面也非常的抱歉，那我马上，朋友们马上我就要换新设备了，对，非常的兴奋。然后换了新设备之后就没有希望少一些这个技术问题吧，更加稳定一些。好，那我们开始。那晚上好，我是 Julia 申，三个孩子睡后的自由时间，我们继续深夜畅谈，聊聊探索生活的方式，研究教育的心得，不同带娃的实践，分享我们的故事。今天晚上的深夜畅谈，我要跟大家分享关于新加坡拉王朝的故事。咦，那有朋友呢就问，诶，你说的这个新加坡拉，就是不知道新加坡原来历史的这个朋友啊，就是可能就说，你说的这个新加坡拉是不是你在讲就是我说新加坡带中文口音的这种什么什么拉什么什么拉新加坡拉。不是的，因为新加坡原来的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前传的故事，新加坡这个地方呢叫做新加坡拉。那它呢我们就是在新加坡现在目前的这个国歌里面，孩子们呢去唱的这个国歌，他们叫新加坡的话呢，就是不是 Singapore 的这个英文，也不是中文的新加坡，而是马来文的 Singapura。所以一开始呢，我在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其实我没有特别的深究，就是想说哦，可能就是音译嘛，就是可能马来文里面它叫 Singapura， 然后就是英文里面它叫 Singapore， 对吧？中文我们就音译翻译成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没有太去考究它。但后来呢，因为最近呢，如果有看我之前的视频的朋友就知道啊、我最近呢是有在给孩子们在上这个中文表演课的。那在最近的这个教案里面的话呢，给比较小的宝宝们呢 N1 N2 的宝宝们呢，就是在给他们教这个分享萝卜回来了这个故事哈，这个绘本。那我在这个表演里面呢，我们也会加入一些绘本啊、故事啊、历史啊、歌曲啊，会让孩子学起来比较丰富一些。那对于现在最近的这个 K1 K2 大孩子呢，最近呢我都在教这个关于就是石器时代远古时候的这个酋长的手杖咚咚咚类这样的一些故事。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因为会结合到新加坡本身的它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它的一些传说和神话，那自然而然呢就会跟孩子们分享到新加坡拉这个王朝的故事。那大家可能知道哈，新加坡本身呢它是有一个代名词，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狮城。那同时的话呢，可能像我今天给大家放的这个封面图啊，这个thumbnails 一样，就是很受大家关注的，或者所有的游客都要来到新加坡到此一游的，就是这个狮身鱼尾的这个像。那狮身鱼就是这个鱼尾狮啊，就是狮身鱼尾的这个像。那我们能想象得到这个鱼尾呢，就是因为新加坡本身是个岛嘛，四周都是环海的，那你可能呢就是比较有共鸣感，你能理解哎，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新加坡的这个狮身到底狮城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 Singapura 本身的这个马来文的原来这个词其实不是马来文，它是梵文。那它的 Singa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代表着狮子的意思。然后 Gura 呢，这个词代表的是城墙里面的啊，就是城墙内部的这个地啊，这个城内的这个意思。所以 Singapura 它的直接的我们说的意思的翻译就叫做狮城。那为什么当时这个最初登上新加坡的这位王子会把这个地方叫做
Singapura 呢会把这个地方叫做狮城呢？那这个呢就跟新加坡拉的这个传说这个神话故事是有关的。那在讲这个神话故事之前哈，我首先跟大家讲一讲，那因为呢新加坡本身呢就是我是没有在新加坡读过这个什么初中高中的，所以我没有看过新加坡本身的读过新加坡教科书里面的这个历史，但是呢其实在新加坡的历史课本里面呢是有关于这个桑尼拉乌他玛的这个故事的，还有呢对于狮子城的这个典故也是比较耳熟能详的。那大概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呢其实关于新加坡最早的一个历史记录，因为年代比较久远，非常的其实是很难以去追溯的。那但是呢在公元三世纪的中国史料曾将其描述为普罗中，在马来语中的意思就是半岛末端的岛屿啊，那就是大家知道哈，原来新加坡就属于马来西亚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嘛，那就是非常的直译，就是在半岛末端的这个岛屿。然后到了公元1298年至1299年的时候，首批移民落户此处，将城市命为淡马锡，就是这边啊，新加坡本身有非常知名的这个淡马锡基金，还有淡马锡学校啊等等的。那爪那个爪哇语呢，就是爪哇这个地方哈，就是爪哇语就意为水镇，因为它四周都是环水嘛，环海。那在公元14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小岛就被赋予了新的名称。那传说啊，就是当巨港王子，这个呢就是继势利佛氏首都，就是这个巨港王子，原来呢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大家这个词应该是在我们曾经在地理还有在历史书里面，就是中文的历史书里面，其实我们是对这个是有印象的，就是苏门答腊，就是苏门答腊巨港王子啊，他就是在这个传说文献里面啊所记录下来的，他叫做尼拉乌塔玛。某天呢外出狩猎时，看见一只从未见过的动物，他认为这是一个吉兆，于是决定在这个发现动物的地方建一座城市，称它为狮城，那就是 Singapura， 叫新加坡拉。那这个名字呢，它就刚才有跟大家提到，它是源自于梵文，那它里面的这个 Singha 就是狮子的意思， Pura 就是城的意思，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说城墙里面的这个城。然后此后呢，这个古老的狮城呢就被五世，就是有五位国王所统治的，就是有五个王朝啊相继的。那当然这五个王朝呢分别呢就是都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嘛，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苏门答腊的这个巨港王子，他的这个儿子啊孙子啊这个后代所去统治的。然后因为由于呢这个狮城呢是位于马来半岛的最南端，是海上航线的天然交汇点啊，包括现在新加坡的这个地理位置，对吧，这个所处在的这个港口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呢它很快就崛起成为繁荣的海上贸易中心。那中国的航就是帆船啊，阿拉伯的三角帆，还有葡萄牙的战舰及捕集的这个重帆船等都会途经此地。那可是呢因为新加坡拉本身它是一个传说，当我在跟去孩子呢去讲这个狮子王啊小狮子呀，去讲新加坡的这个就是石器时代呀古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小孩去讲新加坡拉的这个传说的故事，讲得更加简单一些，更加有意思一些，把它演出来，就是这个王子，你也不需要去讲这个王子的名字，因为孩子其实他记不住这个名字，特别复杂的名字他也记不住，然后你就说原来有一个王子，然后背着一个弓箭，对不对，然后有一天其实这个王子哈，传说这个王子本身他就是一直想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其实他自己一直在找地方，
只是说我觉得呢，顺水推舟，他看到了这么一个，觉得是个吉兆啊。因为其实这片地方其实当年是，其实你说他有没有狮子，实际上他是其实很难去追溯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狮子。但是你也想一想，就是新加坡特别是它是一个海岛，你知道吗，你就觉得其实呢狮子这个东西呢，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去猜测的话呢，是真的是没有狮子这样东西的。但是呢他说那狮子它属于猫科动物嘛，对吧，我们说猫科动物森林之王啊，我们现在在教孩子这个部分。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也可能就是他顺水推舟当个借口来说，然后我们知道就是你去建一个王朝也好，你选一块地也好，你总要有它的合理性嘛，然后你要有它的就是所缘性嘛，就是为什么我要选这个地方，我不选其他的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呢，第一它因为它是个岛国，所以呢它是坐船的，坐船啊，是来到这个要上这个岛是要坐船的。所以呢对于一个新建的王朝来说，你看本身你想想我们本身内陆的这些王朝哈，就是建这个首都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你要去建这个城墙，然后城墙外面你还要建沟渠，你还要建这个水位，对不对，就是为了要防止就围城嘛，防止敌人打进来的时候不能没那么容易。所以这是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岛屿啊，所以当时这个王子选择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有原因的。好，那到底这个王朝它是不是一个势力曾经非常强大的王国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讲，在这个除了刚才我跟大家讲的中国的史记里面的，像这个岛夷志略啊，还有明史里面都曾经出现过关于新加坡拉王朝的这个事迹，但是呢有一本书它是非常详细的记录整个王朝的建立，包括统治及灭亡的这本书呢，那当然我自己没读过，我相信其实可能今天听我就是听我视频的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真的是如果有读过的话，真的一定要在下面给我多多留言。但是如果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但是可能很少人读过，那就从我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直播当中就可以了解到。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图书馆里面甚至可以找一找。那这本书呢叫做马来纪年，因为大家知道哈，新加坡原来也是属于马来西亚的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非常详细的就记录了这一系列。但是呢其实这本书呢也非常的饱受争议，这本书成书于15世纪，是由柔佛，那柔佛大家知道哈，就是原来这个整个区域的原来的一个名字，然后王朝的宰相所就是编写的，是研究马来文化必读的史记。但是呢因为呢就是它这个里面呢是记载了马来的这马来王统从苏门答腊到淡马锡与马六甲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然后它在马来文的这个文献当中呢就相当于中国的史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啊，这样的一个水平，流传的非常广泛也非常的深远。同时呢它2001年也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里面。但是为什么它这么饱受争议，就是因为它里面很多的故事记载是传说还有神话，所以到底它所写的这些内容是否是完全真实的，很难去追溯它的一个真实性。所以包括当现在我们再去跟孩子比较小的孩子去讲新加坡拉王朝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是会跟孩子讲它是一个传说，它是一个神话，它是一个故事，而不能实实在在的就一定说它是一个历史记载，因为呢这个历史记载的追溯是有一些难度的。那他的手稿呢曾经就流传于这个柔佛王朝啊，还有霹雳王朝，后来被葡萄牙人带到了欧洲，如今当然有很多个许多的版本。对，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当时呢新加坡拉他所处在的这个位置啊，它上面有这个我们说的叫做
汨罗嘛，对不对？下面呢就有这个满者伯夷，所以其实呢上面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泰国啊，就是马来西亚泰国这个地方，然后下面呢就有这个爪哇呀，对吧， Java， 还有这个满者伯夷，就是有点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啊，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区域的一些算是会去争的，所以它的各国的强权的这个政治角力呢，这个地方，这个淡马锡这个地方呢，就被变成了必争之地。然后又因为它有非常天然的，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经济呀，这个航船非常停靠的最佳的这个点，因为中间必须得休息嘛。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就是就很多的这个王朝它企图就扩张到这个马来的这个群岛的这个势力当中。那这整个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世纪里面就是五任君王叫桑尼拉乌塔玛1299年创造了这个新加坡拉的这个王朝，在位48年，然后呢就是给了他的这个小儿子儿子，然后在位是15年，接着呢又是二世王的儿子在位是13年。你发现第一代是最长时间的48年哈，所记载的后面都是十几年，接着呢就是三世王的这个儿子在位17年，最后呢这个说的是四世王的这个儿子。那对于最后的这个末代君王的他是谁，他是不是最后四世王的这个儿子，还是他只是一个路过的王子，是篡位夺位的，其实呢现在就是很难去考究他。那对于他呢就是所以呢至今来说，学者们对这最后这一代的这个王子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的。同时呢就是传说当中说是最后这一个王子呢他是等于说呢就是杀了这个王妃，然后呢杀了这个王妃之后，他的这个大臣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岳父，然后就是篡位嘛，然后就是这个叫我们说的就是反叛，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王子给杀了，然后最后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城墙的门，刚才我们说的 Singapura 的这个 Gura 的城墙的门给打开了，然后就把他就是外来的这些军队啊敌人给放进来了，然后就使得这个王朝所灭亡了。但是说呢，传说呀当中，因为这件事情呢又促使他逃亡到了马六甲这个地方，然后所以说就是最终说现在新加坡他们所去找到的这个就是有一个像是这个叫什么陵墓，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真实性，然后他们也考究过到底是不是原来的这个国王的这个陵墓呢，其实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它的真实性呢也很难考究，因为也有很多人说他其实是逃离了，去了马六甲之后就一直待在那儿，也从来没有回来过。所以呢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会是很难去追溯的。所以我们在去讲新加坡拉王朝的时候呢，真的是大部分呢就是又是因为这个马来纪年里面记载了这种许多的就是无法考证的历史，然后包括呢也是在最后的这个就是说哈这个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因为他这个就是军队呢进到这个城内来了之后呢，就让新加坡拉呢就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然后他又逃到了马六甲，然后建立了赫赫鸣鼎鼎的这个马六甲王国所以这个就是新加坡就是马来纪年里面记录的新加坡拉的最后的末代君王这个伊斯干达沙这个的他的这个最后的灭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新加坡拉王朝的整个故事就是在马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马来纪年里面是记录了就是这个五代哈，就是接下来就是到了就是这个现在所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新加坡。所以从
狮子城王朝，我们说的这个 Singapura 到现在的新加坡国际化大都市。基本上呢，新加坡拉王朝呢所历时约啊，大家记载的是一个世纪，是东南亚最古老的马来王朝之一。那在王朝灭亡之后呢，风光一时的新加坡就归于沉寂，一度成为无人问津的小渔村，更沦为这个海盗的这样的一个渊壁哈、啊，就是避就是躲在这里的一个地方。所以虽然呢，马来纪莲中的这个民间的这个传说虽然不可尽信，但是它再再提醒我们，在新加坡这个欣欣向荣的国际大都市背后，隐藏着一段富有神话色彩的历史，等待着我们去发掘。那今天呢，算是一个这个新加坡啊拉王朝新加坡历史的，算是这样的一个深夜畅谈的一个开端。那今天呢，我算是以这个好像是跟本地的小孩去教这个中文表演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新加坡拉王朝的神话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及给大家多加了一些关于实实在在的这个马来纪年里面的实际上的一些神话故事和不可考究的历史记载，去跟大家讲了一下，算是新加坡前传14世纪真正的有历史记载之前的这样的就是或者是有一些历史文物所遗留下来的，你可以进行一些历史考究的这个东西的之前的一些，像是新加坡的一些传说也好啊，它的一些古代的历史神话色彩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去讲解。那未来的话呢，我会跟大家讲到实实在在，包括可能结合现在在这个亚洲文化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历史记载的真正的文物，包括这些瓷器的碎片，为什么打捞上来的都是碎片，不是完整的这个瓷器呢？然后包括曾经这些船，他们来到新加坡这个地方之前，他们是否有停靠在其他的这个岸上面，其他的一些港口，他为什么要停在那里？他停在那里的原因是为了要减轻自己的船身的重量，那他扔掉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物品呢？那在未来的这个系列里面Julia 都会通过所收集到的一些这个资料，还有呢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和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像是跟本地的孩子去讲童话故事，去讲神话故事，一些比较简单易懂很轻松的这种历史方式，跟大家去讲一讲新加坡的历史进程和新加坡的原来的神话色彩的历史故事。好，那今天的深夜畅谈就在这里。喜欢我的话呢，记得要给我多多点赞哦。有空的话呢，在下面记得给我多多留言。那未来的话呢，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新加坡、关于亲子旅行、关于 Julia 日常带三娃的故事，记得要点击订阅关注深夜畅谈。深夜畅谈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准时在这里和大家如约而至。那明天晚上的深夜畅谈，我再像今天晚上一样和大家不期而遇吧。那我们明天晚上见。